北台湾最大的海岸型湿地，海岸线长达 10.5 公里，总面积961公顷，被内政部划定为国家级重要湿地。许厝港湿地是许多专业摄影师必定收藏的私房景点。这一次，我们特别在庐山园社区大学的带领下，来到了这一处，希望能够有所发现。现在就跟着梁社长，同时也是梁老师的脚步，一起来踏查这一块美丽的净土吧。走，一同发掘宝藏去吧。对不对？对啊，它是有生命的哦，它在给你飞了，越走越多，越走越多。这也是山顶礁，这个是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藻礁，这是藻礁，藻礁，藻礁。藻礁哈，等于说它是它不是动物，它是属于一种可以讲说一种植物的一种啊。那它会活在上面，它红色的、粉红色、红色的啊。然后它死掉的时候，它会钙化变成灰烬，就碳酸钙啊。它会
变成白色，它在一层上面，那它一次因为都薄薄的一层，啊，所以它长得很慢，只是一层一层，有点你感觉上有点刷油漆，一层一层慢慢刷这样，所以它等于说这个一年了，啊，哈，它可以长到一公分左右，三五掉啊，那这个一年它长不到大概零点一公分左右，为什么还要再让？为什么有些珊瑚，那个藻礁有还有一种，刚刚讲一种有节的，一种无节的，有节的，因为它会有节，对不对？浪一冲，把它折断掉，啊，那所以变成说它变成壳状，因为比较薄嘛，啊，比较不会被打掉，会虽然会这个变没有那么慢，那比较慢啊，但是它的损害变成说被侵蚀的比较小一点，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可以摸一下。都访问人吗 ？OK。你想好问题了吗？这个是珊瑚礁，是动物。可以捡走吗？现在来到许厝港湿地，放眼看去，除了海洋、沙滩，还有就是老师每一句讲到，就是我们要爱护环境，不要污染了我们的海洋，甚至于珊瑚礁，还有岛礁两种的这个礁石的生长环境，都是一个渔温最好的海洋世界。谢谢。唱首歌。鱼儿水中游。谢谢。很高兴今天我们来到这个许厝港湿地，然后让我们认识藻礁以及珊瑚礁。及这个许厝港附近的环境、地理，以及认识这边的人文，还有希望是说，大家来保护、爱护我们桃园这一片藻礁的环境。然后因为气候变迁，希望大家更爱护我们自己生长的环境。桃园许厝港，我也是第一次来，我觉得好棒哦，那种感觉。然后拖着鞋子，然后走在那个海边，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好久好久没有那种感觉那么浪漫。而且看到一些很特别的贝壳，我有特别捡起来。老师还有教我什么叫花贝啊、宝贝啊，哇，捡到好多啊！很感谢社大给我这样的机会，希望大家爱护这个地球，让这个美好的事物一直传流下去。谢谢。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许厝港的活动，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，发现桃园还是有很美丽的海港，而且老师有教导，你看到平地的海滩，你绝对想不到那一个洞是一个螃蟹。另外，我们常常看海岸线有小小细节，也知道原来那个也是螃蟹，有很多细节是我们不知道的。欢迎你来许厝港来了解这些好玩的东西。这里呢，我就比较了。应该来第二次吧，可是我刚才脱下鞋子在海岸边走的时候，我发觉这里的污染很严重，有死螃蟹，有死，真的，而且走起来那感觉没那么舒服。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好好的爱惜。Wave